贴。他应该头，他头可以从后面出来。就那个蜘蛛舅舅。彪彪彪，三个 ace， 真的有差，他接发都是这样子的耶，一点点他被输就打掉，他的差我们就注意要不要打。
笑了。有吧？然后他只是他脸上他只是要挣钱。我们店少了谁？张静伟，对，两百人，对，然后都有淘宝。我们在地有下降，这样子不知道怎么，这样子什么？那个拜托，我觉得从那个大中杯决赛的时候，两台人烂的要死。跟国语啊，我想想，你都会变什么？可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可能我觉得总统的话比较强，但是他就变得比较就不是那些那些人，没有跟三五五那块，大家都知道吧？之前还可以什么，我可以当经理。我们都没有，没什么饮料，最后都拿到一杯。只要读饮料就很正常了，就。我说我不错，很认真，你在那边给我搞笑。奇怪，你们两个，我弄的是输啊。可是怎么还是打不赢啊？
就是夹住我啊，他就是很夹住，我觉得。真的吗？他在动作什么，我觉得跟那些都不会输。动作你会输吗？咬球什么的、啊。可是他们咬，扎实。哇！对对对，正常。可是速度没有你快啊。有什么越红，我这两根秤。哈哈哈哈哈。他那么咬。那他不练球还是？练双打。哎，阿月，你去接接球。我觉得单打不用练双。Thank you.
我要认真讲，我刚刚打错了。他认真讲，结巴的很，结巴的很。然后跑在前排又跑去。啊！小波比，我刚才打了刚好一个，受伤，直接就中了。然后就看罗顿和罗玉轩
第一号三八的脚趾到第一个脚趾的。有正牌，是吧？还有正牌，因为正牌有关。痛，那是拳击的，还是猛劲的？你觉得正牌到十个军数没有？可以吗？哦，是啊。那我说拼的，猛拼的。看这样子就不会讲练。
边，就会觉得想放弃。他们开开一门课教你怎么猜题。他说不能有一科是零，那就写零。没有，没有零。是啊，是有科零。对啊，我记得是学的。他说零，他说零级会，他说零，没错，太神，那些不会考。不一定啊，像数学就会学过，但学没猜到。对对。那就左右观察就好。再出一题啊，几公分就两个。他说，结果哇，今年没考。他说他老师都有教，就全部写一个，你不要给一个，你根本不会，你干嘛在那边加装在那边算？数学单元不行，对啊，可是也才三十题可以猜啊。大头不会问题没有问题，那这样，哇，结果有一题，对吧？所以真的。一万七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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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万七
一点，南科的应该比较强。对，还有谁？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啊，对啊，
好痛哦！现在已经脱伤了，痛，医疗那个，出来，刚才那个。